重要最关键的一年，也会是最勇往直前最拼搏不懈的一年。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，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。努力过，拼搏过，不后悔。又是一年高考时，走上今年考场的是一届特殊的考生。从2020年到2022年，你们度过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高中生活。高考时间的推迟，长期的宅家复习，甚至是在隔离考场完成人生的这次大考，疫情带来的诸多变化，让你们经历过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也面临过特殊的心理压力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它不是短跑，起跑线不重要的，关键是你能不能坚持跑下去。所以即使你有挫折有打击跌倒了没关系，只要有意愿有志气有勇气有能力，爬起来擦干泪水继续前行，你最终一定会活出丰盛的灿烂的美好的人生。